恭喜大家来到了咱们王牌号手的选拔营。咱们是不是走错地儿了？这是让咱们打地铺呢。条件虽然比较艰苦，我的妈呀！但是我相信，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，各位会在张老村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。下坡跑龙吧，后边的别掉队。镇子上有一家湖南米粉非常好吃，要是第一个拍到我摩托车的屁股，我就请他吃米粉。小卓，我听说你动手能力很强，你做个导弹吧，这样呢咱们就有教具了。拿什么做呀？火箭军搞发射用木头。我要告诉大伙，在咱们选拔营，鸡蛋的正确的吃法，每个人必须得把鸡蛋包得完美无瑕。我们这是选拔吗？对啊。那我们主要的内容是学会生活。